下面这一段呢，是很多来自国外的朋友，欧阵中的好朋友，今天为了他60岁生日，每一个人都准备了很多歌要献给他。所以首先我们要邀请的是享誉宝岛黄金五花瓣合唱团，热烈欢迎他。OK， 黄金五花瓣在哪 ？OK。这些都是蔡咪咪的妹妹哦，原版的原版的。
不对，黄金是五花半的招牌，钻石。虽然你们都是阿姨级的，你看，但唱歌的时候，很多人是嘴巴张开看着你们，我也掉了很多口水。